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光华，说我本身的行业是这个经济快餐霸王饭，我今天很高兴带了八位的这个团队呢一起来学习哦，说今天也很高兴哦，能够认识到这个吴老师还有吴老师的这个团队呢，我本身行业已经将近超过25年。哦，也可以说是到了一个瓶颈啊，哦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也希望说在这个免费模式里面呢，希望说可以在这个从中呢有一个学习跟一个突破。所以今天跟这两天跟老师学习啊，我想有这个有五大点呢，让我这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啊。哦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企业这个餐饮行业呢，第一个就是。新鲜，哦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舒服，哦，第三个就是这个惊喜，哦，然后第四就是这个感恩，哦，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震撼，哦，我觉得这个五个事项呢，过去我们可能只做到这个三个事项，哦，在这个惊喜跟这个震撼呢，都没有真正的去融入，哦，所以我在这边感谢这个免费这个模式。的这个课程，希望说我在这个过后呢，希望说更深入的去学习这个，16个这个模式的这个方案，希望说在这个，本身的企业哦，可以继续的这个前进，继续的这个扩展，好，所以在这里，感谢老师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